心机，这个心机叫做有，啊，这个心机叫做妙有。那我先介绍状态，咱先提高状态了。你青岛的当中，你那个青岛，一年有四月份至五月，是一个美丽的城市。或者介绍青岛是一个青花园城市。那你把讲这个四月跟五月，其实讲归路拢从十几来，拢从樱花。这个樱花是用叫做双重樱，甚至呢去到青岛博物馆底，你会看些大花都拢有。在这个春天的内当中，伊开始百花争艳，啊，百花齐放。但是你进来去个看呢，会使讲一片的光秃，一片的光秃啦，拢做无个物件。但是因为恁今天叫想看卖啊，咱无法看伊较长。甲看这丛树啊，这丛树啊，甲看光秃秃，连甲树啊向后，啊连到看到硬毛无，拢做无。但是不可思议当中，就是到四月到五月了后，伊怎样一拍一大拍，非常会使讲，迄个非常漂亮，迄个不可思议的漂亮的双层面出来。你甲讲，因为迄个团队啦，当然你自己来看，你讲空吗？但是伊孕育的百花的奇葩，你讲我有吗？你甲看咧看咧。你先把看了到有物件无？你先无物件，但是因为你若无物件，唔过到四月五月，伊个展现这么样漂亮的物件，叫做有。但是你个空吗？但是伊个唔是伊个有一个妙有的灵能，所以看到这个百丈禅师跟空师傅，欲知佛性义，观十解因缘，因缘又至，啊，其理之长。错诶，欲知啦，欲知佛性义啦，欲知你若要知影佛性诶第一个道理，啊，就是因为咱今日咧讲，吼，即个道理，即是空有不离，无端无边，阮即个是因为讲到即个空性本来是有，有你讲有嘛对，讲无嘛对，落唔对，好，你讲有，对不对？时间会错。你敢讲无吗？伊连血都吐得出来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讲有吗？有个无。你讲无吗？伊个吐得出来，一条一条，空有空的道理。所以有理不信义，你还要了解佛性最高的道理，观世间因缘。世间因缘，迄个因缘未尽，因缘未到，机遇就未将；因缘欲尽，机遇就将。这个道理的概念就是这样讲，咱就去到遮想，咱今仔到遮嘛有，但是因为想无呾有无，你讲你想无呾有无，就代表无遮物件嘛。因为其实你若开悟了后，你若人生变成了后，人人有佛性，个个该会成佛，人人具足着无上的正定境界，个个该会成佛。是因为你今仔日你的角色、角色了，有迄个底点起来，所以你变成什么呐？处在一个懵懂。那你学就是要学呐，要学迄个实相的物件，要学迄个实相的道理。所以今仔日来个贡献，跟你贡献，你二十六分以前拢讲空的道理，但是二十七分以后拢在讲有的道理。所以不得不讲我事业，所以今年金光金的第几分？的这两个二十六分，迄分就是讲啥物件？哦，可以哦啊啊，迄两个东西不得，你问是，你问迄两个，你问苏华杰，伊讲可以。负责上课，还是了各面结合互相配合，去得建出来哦。拢如是如是，去得建出来。迄个时阵，就是佛陀当时，伊迄个时阵来讲，哦，若一即个上得建出来，专门性哦，啊嘛是一个什么样的吼？
所以真久了，哎呀，我袂记起。所以人讲容易失健忘，容易影响健忘，四年天下都即个变落来。因为这个道理是讲啥？这个道理是讲空的。今日你一定爱袂使执着一切所想的，但是因为到这分的物件，等等者熟悉了，伊就开始讲分的物件。所以用这种概念，咱就知影。但是理想一比，因为理想无理，你无理想，你若真理想，理想这个。但是个别在静里笑，个别在静里笑，所以遮是遮脸一笑，遮就是讲压嘞，遮脸一笑。但是讲今年你，你修完的人，当作虽然跟你讲，你一定爱空掉，爱空掉迄个想，你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你一切相即名诸佛，但是咱一定爱注意。你一些想得到这边完全，你这边空间里来叫，咱就这边空间，我就是空空一间，叫做。所以你过去，迄个二零二零年初来讲，伊讲，伊在讲的时阵啊，迄个那公司物件，伊讲，过去公司物件，过去先讲过来好便宜吼，所以吼，但是较钱起码是拍拍用，安尼什么叫便宜吼。哦，所以当然贵一点，迄个叫人员经济讲的吼，我什么涅槃一边解出来啦吼，哦，低见就低啦吼，这是无疑问的吼，低见无见，低见无见，哦，低见无见啊，啊，这是涅槃一边解出来吼。哦，低见也低啦，吼，低见，搁你只低落去，安尼叫做无明的根本啦，吼。不能低见，低见是不能低见，搁入一个低见落去，安尼叫做众生低见，叫做无明本，无明根本起来。啊是安怎分？你个低见，这个叫做不能低见，不能低见本来就足清净的物件，你何必再搁入一个低见落去？安尼用啥？你讲你本来是空，你搁入一个空间落去，安变成啦，无为的根本啦，吼，即句话是，无为空间，哦，低见无见，低见无见，低见，你入，你就足清净的，你袂使去入到一个，哦，入，你袂使去入一个低见落去，啊啦，你若叫一个去无入这个，搁入一个低见落去。啊，书经涅槃一定解脱。哦，涅槃就是讲啊，这个内而不生，啊，盘而不死，因为啊，你叫做解脱，叫做圆满的解脱，安尼就对了吼。所以你这段当中呢，你讲不闻的，你讲啦，是无得。你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依苦集上果，得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无得我作是念。如来不依苦集上果，得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。当然，头前这段话叫做本文啦吼。啊，这个本文伊咧讲是，伊这是咧讲什么概念呢？当然咱把咱讲明白。说一下方便。啊，我是。啊是。前方在右边。他变了。所以讲，也不得，因为广告五十六分的当中，动员召集的部分，有意识变化，有意识变化，
是形成了这位变来这段这段话啊，来甲伊教育着这个事物尔吼。就建讲你毋通执迷有念念吼，安尼道理讲个道理，如恁今日开始你爱得注意，其实迄句话是讲，咱既然讲是咧执迷有，啊，是即句话咧倒倒来搁执迷空，咱个即个即本个即个原文。啊，伊个本文咱先来读一遍。哦，苏伯提，后来咱先读一遍。苏伯提，苏伯提，你欲作事念？你欲作事念？如来不义，故作上告。如来不义，故作上告。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苏伯提，苏伯提，欲作事念？欲作事念？如来不义，故作上告。如来不义，故作上告。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就要在底下吼，那个吼，密有作事念。密有作事念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说诸分断灭。故作事念。六作时间，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境。无法不说断灭相。无法不说断灭相。这句话是啥物啦？吼，你未使讲到断灭去，吼。啊，这句话咱离这个尾部咱了的这段话，你未使讲到空。啊，这个空无去。所以讲啊，断灭去吼，啊，这个物件是咧甲你讲，伊这个经验啦吼，理想不离，哦，这是含了真深的啊，这个道理啦，啊是非常难解，哦，啊，所以咧，伫这个当中啊，你动了一个理想，这个念头啦吼，用这个念头嘛爱写入去，唔通去执着这个理想的这个念头啦，为虾米？因为咱每企业做出你的执着，哦，这个执着叫做理想，这个念头，我来别人开始解释吼，啊，就甲恁这段话建议的，讲其实，咱已经无经达人讲，甲恁爱理想不着想，但是咱拢听见，拢讲爱理想，爱理想，但是理想离到尾啊，变成一个空空洞洞，离到一个空空荡荡。但是咱唔通迷失，咱今日还是一个凡夫。今日你若完全离到完全拢中毒啊，就参照讲今日有一挂庙事的这个道亲，还是庙一挂庙事修者，因离到啥物件，离到完全，所以哦，这个诸法不生，哦，诸法拢中啊不生的物件，那更讲起来。变成一个目标，啊，变成一个呐，一个空空洞洞，所以怎证明一个空的物件？所以变成修得修得，哦，后壁来怎安好去？吼、哦，所以这点当中是一个真正理想。不过佛的金刚经当然有头前一定要叫做理想，但是佛一定讲三条道理，这条道理就是讲有众生即非。众生就是讲有，什么众生就是讲空，就是讲空。四名众生是叫做空有不知的实相的道理。所以因为佛咧讲的物件，伊绝对无讲偏错。所以金刚经就讲三条道理。所以因咱三条道理若真正捌，那安尼当中可能咱袂去死得一点。所以众生就是咧缘起的物件。即非众生，就是缘起性空的能量。啊，就讲你今日你一切，你这个三河大地皆入法空心。三河大地是咱过去常讲，见山是山，啊，见水是水，这叫三河。见山非山，啊，见水非水。三河大地不是三河大地，迄不是，不是是啥物件？因为迄个是因为佛。哦，诶，迄个实相物件，所以你甲看，咱用目睭看，
甲看就是山，就是水。但是伊是向上内底当中，在咱心意上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拢是无情所化，咱是安讲。但是因为空甲有这两种个当中，空伫有中，有伫空中个内底当中，会造出了第三个错。哦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迄、那个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迄是讲到迄个实体上个物件，因为伊绝对无讲明。就是有甲就空物件，啊！因为今日讲到一段来，就是讲逆欲作事啊。如人为欲作上果，你阿弥陀佛什么三宝的？是不是？欲作事啊！如人不，你呢？他说做一个事啊，他说你有一个念头，你什么念头？如来不欲作上果，如来拢无欲欲作上果，就讲如来已经进入了这个空气啊。你若有这个念头，你阿弥陀佛什么什么三宝的，如来完全是进入一个空当中无妙有念内底啊。刚才讲迄叫做空，加空名，空的内底是有念内底，叫做空有。啊，你这个空的内底当中，你必定进入空有，进入这个空不是迄个妙有。你空的，你进入这个空的这个有，安尼讲听，这个空啊，有一个空啊，有一个空啊。这个空，这个有啦，这个空有一个空，我都不，这个空嘛是一个，你讲空嘛是一个有啦，你思想上有一个空，这嘛也是一个有灵的个，哦，啊，佮进入迄个物件，所以呐，安尼当中，你要建立个妙有当中，就很少去见。所以佮你讲，念念作事啊，假使你若有一个念头，因为我之前要佮你讲是，我佮你讲空的道理嘛。啊！你到二十七分来，你若完全都继续进入我咧讲，进入讲，加这个空的内底当中，你再进入这个空的内底当中，啊，那安尼呢？哦，伊就甲你逐渐有些进入这个物件，一直到这要破，要破迄个空，要生迄个苗，迄不是啊？干难破，迄不是啊？干难破，因为众生已经听迄个空性，空性拢听到足习惯。所以一定爱凡所有想，拢是遗忘啊！若见诸相非常一见，我拢感觉感觉当中无物件。你这个倒转来看这个妙有，要看这个妙有，这就真歹，这就真歹入来。哦，所以因为这段当中，人来讲真难得，啊嘛真难得，真深的道理吼。所以其实继续说话的，你欲作事业，你哪阿都一个念头。哦，我甲说到，就讲你若拗一个头，如来不依附着上果，你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，如来不依附着上果，如来完全拢袂得附着，什么叫做附着？附着，咱过去咪讲过，附着上，就是讲如来有三十二相，有八十种好，心有无量相，啊相有无量好，啊好无量种样，这个。五足，两个叫做圆满，圆满。如来有一个圆满的色心相，这个五足。比讲如来因为这个圆满在咧讲啥物啊？这个圆满在咧讲，这圆满圆满在咧讲叫做报身，你或者讲叫做报身，报身分。啊，这个报身分在讲嘛，比如这个报身分在讲嘛菩萨。那会当感觉发生，所以你们讲，咱是人合作朋友的，搭配来讲，如来有一个清净法性，有一个圆满报性，有一个千百万年化性，有一个三心佛。啊，这个圆满，或者讲叫做苦集，啊，这心叫做圆满，叫做地慧圆满，地慧智慧圆满，这才是功地慧的。哦，这个圆满，这是功地慧。啊！伊咧讲讲，如来为苦集上果，如来，哦，如来无用着圆满的智慧，哦，圆满智慧要得到一个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。伊安尼讲，你进前拢总空虚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圆满，这是啥物件？那叫做智慧嘛，具足这个圆满的智慧嘛。啊！你有一个地位完全拢讲到空虚啊，空洞去啊，
含地位啊，讲到康熙啊，咱讲条，这地位就是咧讲，这康熙，康熙造出来讲地位的迄个庙宇，咱一定要知影这个物件，含这个物件拢讲到无去啊，不依不着想，啊都凡所有想拢是遗忘啊，拢无物件，伊即句就是讲咱。逆欲作事业，如来贵不接受我。你阿庙得了什么三宝呢？拢总无附着上报，会得到迄个无上正定正觉，安尼对啦吼。俗话来讲，我作事业，你茫安尼想，你袂安尼讲，因为木作事业，即句话就是对俗话的，一种的遮住、压制的物件。遮，因为怎讲呢？因为生活的啊，咱即个空嘛，因为我看到我拢讲到空嘛，恁大家拢咧空空的，含讲到直接来二十八分来啊，我要破恁这个空的道理啊，人是用足大的力量要破这个空的物件，破袂开啊。所以变成讲，今日去如来对付这个的阿弥陀三宝三菩提，你唔通想讲如来不依苦作上报，要得到无上正定之觉，这个唔好。应该学习了吼，是不嘞？哦，如果你的希望啦，如来贵福叫圆满的实心，圆满里面就叫做地位，相就是讲叫做实心相，哦，圆满报心，报心福叫圆满的德相，所以得到那阿弥陀三藐三菩提。你呐，无遇到这个福叫相，圆满的福叫相，安尼讲啥意思？就讲伊圆满苦集两字，伊讲叫圆满，圆满即个叫智慧，哦，智慧所凝露出来的德相，安尼就对啦吼、哦。所以你无完全无根本即个物件，含即个物件拢做无去，安尼就要得到迄个无上正定之觉。你若含着即个念头，意思就是讲，师父的，你的心内有即个作事业，你有即个念头。如来归苦集上报，有这个念头，啊，你们得到无上正正觉，你要得到无上正正觉，所以如来就是喝素，作法声的意思。就你讲，师父在讲，你未受这个念头先，哦，因为你师父在有这个念头，1250人有完全有你这个思想，安尼来到给大众接你这个空想，安尼，安尼就真正很好，好、哦。所以说我的一千万唔通有这个想法，心内有含这个念头，如来不依苦集上报，要得到这个无上正定境，一定要发有这个问题。安尼讲你好意思？就讲你未使有这个念头，如来不依苦集上报，因为要得到无上正定境界，本来是有爱有，我拄想讲的，今日这个三人对谈中。因为这支，伊要爆发出来这个当中，要爆发出来这个当中，伊来去有孕育着他的生机的花蕊。但是你讲其他拢无吗？拢无，你讲甲花蕊吗？里面没有东西，内底无花蕊啊。但是因为他说讲，因为因缘来得时，伊的主张，迄个时间到。但是迄个四季花的三大花，拢总对迄个季节爆出来物件，哦，所以因为伊确实内底也无有聚，因为这个苦集上哦，这个圆满的苦集上，